球场的气氛非常热烈，呢啲情况之下咧，球员都会特加把劲噶。比赛正式开始。 利物浦对阿仙奴，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哇，大把空位，有机会，碧咸，呢个会系界外球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啊？ 喂，呢脚比得曳啲喎，应该想尽快反攻啦。尼维特，帕金，射门啊！维拉，苏阿科里先，个波飞出嚟。维拉，碧咸想喺侧翼接波。 差咗少少力量啫，李维特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尼斯达轻松应付啦呢啲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。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 算系好准嘅一球啊！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呢个位试下落脚。美斯攞咗个罚球翻嚟，马昆奴斯，双方都仲未有波入。利维特反应啊，真系够晒快。 亚历山大亚诺特呢球传得唔够准噃，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？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佢哋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啊！艾宁夏兰特将个波送去侧翼，喺个波翻返去中间啦，可以嚟多次啦。 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！嗱，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咁啊够噶啦！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呢个笼啊够晒稳阵啊！霍家洞察先机啊！射佢，呢球劲啊！呢一次撞唔掂，入球出现。 唉，龙门今次真系神仙难救啊！有啲人话个龙门咧表现咧时好时坏噶，今日肯定系唔好噶啦。利物浦打破僵局，而家嘅状况都几有趣，睇嚟对手要冒多啲险啦。美斯，你脚下功夫唔错噃，美斯唔会想输噶。喂，餐士啊，大家一齐追住个波啊！ 之前射失个球一模一样。阿仙奴嘅角球啊，系佢哋今场第一个。利物浦攞到个波啦，话都冇咁快，由呢边场去翻嗰边场，逼走对手啦。碧咸攞到波啦，好机会啊，得手啦。 哇！即刻就追翻啊！好有斗心啊！话都冇咁快，俾人入波之后就追翻球啦，又打成平手。呢个结果都吓理所当然嘅。柏金俾咗呢队一个教训啊！有问题嘅时候，梗系清咗个波先啦，仲企喺度谂嘢喎。喂，有机会啊！
领队都赞紧佢啊！佢好清楚自己要做啲乜嘢。碧咸一如以往啊，去负责处理。起跳啦！祖迪比宁咸踢走个波，分去右翼度。喂，踢埋过去啦！佢就唔会咁容易认输嘅，咁睇下佢一阵会唔会再试多次？咁样搞法唔入就梗系唔奇啦。个波喺边我未睇到，睇实边个喺前边啦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哎，呢个波唔够力啦，靓啊！俾人侵犯喎。呢球咧就可能系完半场之前最后一个攻势啦。嗱，佢最中意呢啲大场面噶啦，又有机会发挥重大贡献啊！踢咗出嚟啦，尼斯达试下握埋去啦。咦，控得几靓噃！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. 金美智好容易就接到，史尼达准备要射啦，好波！喺咁大嘅压力之下，仍然表现得非常之冷静啊！美斯犀利啦，咁样揾个身体咧挡住对球，正结束上半场啦。阿仙奴扭转乾坤，成场波嘅气氛唔同晒。好，头45分钟就踢完啦。啊，上半场啊够晒睇头噶啦，咁希望下半场都 keep 住咁好睇，咁呢场波咧就可以叫做成为经典啦。阿仙奴目前领先一球，呢场波够晒睇头。下半场开波啦，有个反攻嘅机会喎，俾人睇穿咗咯。维拉，维拉，咁啊几脚传送，希望可以组织攻势。美斯。美斯同对手单对单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起脚，卡斯拿斯仲有机会，整脚窝里，唔错啊！呢个波时间掌握得几好噶。基利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利维德望过嚟，史尼达射佢入球出现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。呢球波够晒靓啊，百步穿杨嗰只啊！有时你真系唔怪得个龙门嘅，个波咁样飘法咧，真系好难预计嘅。亚仙奴领先两球，睇嚟赢面都几大波。喺场边嘅领队梗系好高兴啦，谂定去边度庆祝都得啦。和家逼甩咗个波啦！哇，呢球有趣喎！哎，好快清走咗啦，有机会突破。碧咸、基拔图斯华，哇！睇下领队咧，满面笑容啊，应该好满意啲球员嘅表现啦。快啲带上前面啦，跳起一顶。哇，好危险，不过有惊无险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2,300. 基拔图斯华，美斯，碧咸，以脚法错波，个波而家喺史尼达度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，帕金。
犯了規了。對手都知道他死球很厲害，看看可不可以防守到他了。Beckham，哇，這樣都被龍門救出來啊。這個就是一流的龍門，接到這個波不特止還不甩手。祖迪比寧咸，基利安麥巴比就絕對不想輸給這個對手的。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，失敗。機會這樣浪費，失敗。閱讀球賽能力好啊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什麼事，比波的路線又明顯得滯的。啱啱先話失咗波，話口未完就甩翻翻嚟啦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李偉德柏金撞低咗佢啦。喂，點搞都唔應該喺呢度犯規啫。十二碼，亞仙奴博到個十二碼翻嚟。泰拔高圖爾斯一定要救到呢球波啊！好冷靜啊，個比數越拉越開啊，非常之冷靜啦。嗱，想學十二碼咧，就跟佢咁踢啱噶啦。個龍門都唔知點救。唉，睇怕呢場波都可以放入雪櫃噶啦。咁樣就終止咗個攻勢，起到腳啦！呢球點咧？距離拉翻近些少。好波啊！又冷靜又準，真係一流啊！呢啲咪佢嘅招牌貨咯。到底呢一隊仲有冇機會反敗為勝咧？睇佢眼神啊，唔多高興，咁你都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對手後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比波要比得準啲先得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李偉德射啦！呢球入咗，今場波唔使踢啦。哎呀，佢動作好似快咗啲，佢想趁呢個機會啦，射入決定性嘅入球噶。喺眼前都幾多選擇噶喎。大腳解咗圍啊！好嘢喎，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喎，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。Beckham，暫時解除咗危機啦嚇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碧咸揾位接應，史尼達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睇你呢下啦，又入一球啊！入波啦！哇，我都睇唔切咧，佢哋俾咗幾多腳波先射入啦嚇。總之就係一個好靚嘅小組組織啊！已經領先到三球啦，睇俾唔俾到個靚波先，個攻勢俾對方查和咗咯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掂唔掂咧？呢球波靚啊，點追都追唔到啦。原來球員之間有條罅喎，真係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龍門啊，更加冇辦法應付啦。好似大人蝦細路咁啊！一腳就長傳出去，波都拉定哈蘭德，呢個波啊歪咗。好嘢啊！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柏金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史尼達起腳射門啦，冇問題。呢個球員呢一刻真係冇人擋得住啊！冇計啦，職業足球啊，梗係冇同情心噶嘛。今場波嘅最佳球員，怕且都係佢啦啩。
我諗後防見到佢都驚啊！成場波都俾佢壓住嚟踢嘅，完全冇得唞啊！亞仙奴完全冇人擋得住啊！急比治唔想犯錯啦，佢完場啦！亞仙奴扭轉敗局，克服咗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情況。史尼達絕對就係今日嘅主角啦！Kimman，平一平頭先場。